胡杏儿老公李成德 Philip 一向都好大方咁样分享家庭照嘅，呢日佢就分享咗仔仔李奕廷 Brandon 嘅相。见到相入面佢拎住两个气球，好厌世咁样踎喺梳化度。原来系因为抗疫冇街出，闷过头顶唔住啊！Philip 仲用广东话拼音写客家话，话奕廷仔喺屋企度嗌好鬼闷啊！看翻前排佢哋一家三口去摘士多啤梨嘅相，当时嘅 Brandon 都仲系笑得几咁灿烂啊！不过健康始终都系最重要嘅，疫情结束之前，唯有喺屋企度陪太子玩啦。